李光洙能有多倒霉？他在一旁开心看着球赛，都能被球击中。在一排鸡蛋里只有一个生的，他却是幸运的那个。普通攻击的他也没能逃过上天的眷顾。节目组安排10个楼层，有3层是惩罚，而李光洙选择了7층，7층행운의7，2층，7층7층7층아그만가오케이오케이7층7층헐뭐야아니나메이크업한지1시간도안됐어요오늘은이런것도기분좋게7층뭐야이거팔3층야이야이아不去买彩票都亏了，就连一起接受惩罚，李光洙也能脱颖而出。而在游戏环节玩人体保龄球时，他却走歪了。原本想做回美食主播，而他直接一秒下播。청취자분안녕하세요이광수입니다사발면먹어볼거예요시청자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